是睡袍吗？你能里面就是没有穿吗？哇哦！那件事献唱主题曲 MV 在九日首播，他也特别与林柏宏电影导演陈伟豪在直播中和大家聊聊天。大家好，我是即将开演唱会的蔡依林。现场很多朋友呢都在看蔡依林的项链、蔡依林的睡袍、蔡依林的各种。哎，你要不要介绍一下？你这个是睡袍吗？你能里面就是没有穿吗？对，我今天 hot sale 一下演唱会的周边啦，材质很舒服，大家一人一件，很可爱耶。这男生也可以穿呢。有，我们有男生的尺寸，今天看的。Yeah.都要买一套。好，金正豪导演虽然人在夏威夷哦，他传了一段话是说非常想多拍酒令的情节，但因为他给的时间很少，那希望没有这句话我自己加的啦。他说希望能够跟蔡依林有演员身份的合作。伟豪导演呢，讲会不会太亲密？不会，一直很想。就是推我入坑，叫我去演戏，然后我就说导演，下辈子我如果投胎当演员的话，我会再拍。因为他这几年还是比较喜欢就是写歌嘛，所以音乐上面多琢磨一下哈。然后当然他过去也演过电视剧了，不过这可能有一些阴影。突然主别提了。在现场就觉得跟九令姐对戏的时候觉得很真诚吧。对，然后在对戏的那个互动当中就觉得哇，既然能够跟九令对戏，就觉得很不可思议。谢谢。我觉得他非常有魅力，他在就是大家看到他发的那张 IG 的照片，就是一个他的回眸啊。我觉得他每一次的那个回眸都是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很单纯，很向往，寻找亲爱的对象。好，所有你觉得唱的怪怪的地方都怪到 IG 上面好不好？因为累格的关系导致走音啊，导致拍子不对啊，都是网络不流畅的原因啊。